哥开讲时间，今仔是十月初六，啊，已经过重阳节了吼。宝哥直接提醒大家吼，这个天气吼有较凉凉啦。若要出门吼，咱亲爱好朋友，会记得这个衫爱加穿挂，唔通感冒啊哦，感冒就非常唔好啦。吼，宝哥直接提醒大家吼，爱注意这身体，吼唔通去凉着。哦，那凉着最近哦，这个感冒那盖啰嗦呢，哦啊，祝大家吼，爱安尼较注意个吼，啊身体爱，大家拢爱健健康康。安尼宝哥，唔开感觉讲这朋友吼，有互宝哥提醒着，安尼嘛较有一个成就感。啊，今仔宝哥同款吼，直直当遐咧压一挂资料啦，啊，拄压着一篇诗书，袂歹，啊，大家食吼。哎，宝哥就把这篇诗书分享给大家来做参考，吼、哦。啊，相对的，你解说中间有一寡解说了袂认同吼，啊，亲爱的好朋友，唔通甲宝哥吐槽，吼、哦。唔过，恁就当将恁想法，啊，伫遐下骹这个留言板吼、哦，这个、留言板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宝哥指正一下，吼、哦，和宝哥有一个另外一个思维，好无？啊，这句诗就讲。六门修行何处去？心将心地见分明。修行本是修正道，久远明心合大成。四代波州无影树，地水火风是本经。无离天书无计薄，阿弥陀佛一口吞。我阁感觉这首吼写了真正好，对一个修行者来讲吼，也是初入门的，拢非常有大足大意义。因为伊开头就讲啊，若要问修行要对倒去，爱先甲心地见分明。咱一般拢讲啊，要来修行啊，来找一个宝师吼，也是来找一个道场啊来遐静修吼。其实宝哥见解是讲吼，这道场吼。只要你心若静，黄布一盖一掀，吼、哦、啊，金蝉一藏一掀，也可以清净道场啦。吼、哦，其实修行唔免讲一定着伫个什么所在，唔免讲爱深山啦来啦，还是讲哦灵犀宝塔啦，其实是免遐啰嗦。你凊彩厝内一角，啊是讲去到倒位，啊只要一个平台。啊是涂骹，伊黄布甲掀开甲顶个铺咧，经常下起来，踮遐看经，踮遐研究经，遐就是清净道场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先将心地建分明，要修行，你心爱静，你袂使有偏颇，你心若静，你个思维就静，你五个理句啦，五个迄个真理就是静，就是正理。你心若偏，啥货拢偏去啊！哦，啊，迄个毋是咧修行啊，迄叫作业啊！哦，因为若偏去，你会想东想西，啊，想东想西，你就要变东变西，啊，来就做一挂无形的因，种一挂无形的因，结一挂无形的果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这拢到尾啊，拢咱家己爱修，爱去修的，吼、哦，爱去先修的，这就唔好啊！所以爱先甲心地吼建分明，吼、哦，啊，修行本是修正道，久远明心合大成。对啊，咱咧修行是绝对爱修行正道的啊，千千万万唔通讲，哦去修迄落佛门祖道啦，要学灵通啦，吼、哦、要学什么会啦，要学佛阿罗啦，吼、哦、啊即落吼拢较偏门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学遐神通是甲家己加麻烦的啦，准做有遮神通的物件，你学会晓又搁要安那？你要替人处理代志吗？咁处理会行，准做处理会行，你无形中又搁种了足侪业啊！吼、哦、啊，牵挂着咱全家来输啊！咱是凭啥要去处理人的代志？累世因果这个物件，咱是无法度去处理的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修行本是咱本地着爱去修行正道，爱行正道，行大路啊！吼、哦，久远明心合大成。你直直修，直直修，修啊尾啊，你心境啦明白，啦已经心已经明啊，你自然就会甲大乘合起来。所谓大乘，就是讲
一寡真理，你就当综合起来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要讲较深的，就是佛教分小乘佛教甲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的真理较奥妙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会使甲应对也是，拢是合这个大乘。吼、哦，四大部洲无影像地水火风是分根。四大部洲呢，咱若古地图甲掀起来，全球的地图掀起来，多有四地。吼、哦。所以所谓四大部洲，就是咧讲，这地球顶头遮个土地，吼、哦，其实咱看是土地，不过其实是虚幻的。人生本底就是一张网啊嘛，吼、哦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本底就是一切拢空嘛。你安怎来安怎去，你空手来，你也是空手去，你无法度榨走任何物件啦，吼、哦。地水火风是分根。土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是拢生命生存的要素。无这物件，咱根本生命都无法度延续啊！无法度延续，是要安怎修行呢？所以，伊是原本的根，爱好好去应用这物件。无离天书，无结报，阿弥陀佛一口吞。无离天书，内底拢无半滴字啊！等阿弥陀佛咱的心啊！咱的心本底就空白啊，咱的头壳内嘛是空白的啊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，伊是宝贝，不过是安尼讲，咩啦发现是宝贝呢？就是综合咱修行内底所悟出来的真理，这个真理你悟了后，你修行修到遐时阵，你心内即破彻，即破无理天书，伊自然天贵离故离。一迄、那个道理，一层一层，一句一句，就拢铺伫顶头啊！吼、哦，这任何人都无法度买，你要买也未买着啦！吼、哦，你会当传承，你无法度买啊！这破书，这破无理天书，永远在你的心内，无你要挂出来卖哦，嘛挂袂出来咧！吼、哦，阿弥陀佛一口吞，等于讲爱成佛，心爱有慈悲心，爱学阿弥陀佛的慈悲，爱学佛祖的慈悲。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啊，像在千佛、千佛，即个佛祖、佛陀啦，即个菩萨拢伫咱身躯边，伊会甲咱指点。伫个无冥冥中，即无意识界，伊会甲咱指点讲啊，安尼大概安那，毋是神通哦，就是讲你无形中你会感觉讲啊，我安尼做咁对，会有一个秃头会出来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较着千佛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千佛嘛是修行的必要一环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宝哥较肤浅的想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就直接和大家分享，吼、哦！啊，亲爱的好朋友，啊，今仔日多也着这篇啊，吼！啊，讲了毋是解完整，吼、哦！啊，和大家分享，吼、哦！啊，听听恁老较好的想法，麻烦一下，麻烦一下，咱这个下骹这个留言板，吼、哦！哎，恁老好想法，甲宝哥订正一下，吼、哦！宝哥知影讲啊，我讲唔对啊，好无？阿弥陀佛，吼！啊，其实啦，吼，人生就是安尼啦，人生海海啊啦，吼！啊，有好的代志，就和大家分享，吼！啊，那无好的代志嘛，讲出来，互大家做参考啊，以后唔通阁行一段路啊，吼！啊，想讲宝哥最近心情豆豆啊，就是平静起来啊，吼！因为找这资料，吼吼，宝哥感觉就有成就感嘞。啊，佫较袂去想遐个繁杂的俗事啊！哦，啊，包括是希望讲大家吼，即个亲，咱即个亲朋好朋友吼，来有时间吼，有时间经常加减啊看啦。啊，包括建议你吼，建议大家吼，那金光镜遐高看袂了，先看普门品。普门品伊咧讲是咧讲大无畏，大无畏，吼、哦，这是观音菩萨的经，吼、哦。大家会使好啊，去啊研究一下，因为伊咧讲个就讲菩萨是予咱个无畏，袂惊啦，袂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无畏，咱就做代志，咱就较敢做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个较有判断，你较有智慧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宝哥讲出来，向大家分享。啊，今仔日咱开讲到遮，吼、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利，阿弥陀佛。